王总，您喝水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王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你被开除了。王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现在就走。请进。刘经理。哎呦，冬梅啊，来，这个呀是你的工资。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刘经理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个我不敢要。嗨，没搞错，这里面呀一共5万，是王总啊亲自交代的。王总。哥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果果他就还差3万块钱就可以做手术了，我的钱已经全部都搭进去了，就靠他爸那点抚养金，这哪里够啊，你就帮帮我吧哥。刘经理，哎呦，王总，你帮我把冬梅开除。冬梅？冬梅的小孩呢要做手术，家里没人照顾。你这样，你给他结5万块钱的工资，然后呢让他回家好好照顾孩子。好嘞，王总，我马上安排。好。好了，你就拿着吧。嗯，王总。这一生有了你。谢谢您。谢谢你在我需要温暖摊开了掌心。